你最好自己脱啊！你别逼我动手啊！ 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，你只要把衣服脱下来，慢慢递给我就行了。啊，这位大哥，哦，你看起来好有个性，阿凡真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快点让你把夹克脱给他呀，他可能就是特别喜欢你这件衣服，你赶紧脱给他，我们就没事了。不可能。 你什么不可能啊！你这衣服比我们的命还重要吗？你快点给他！啊！看来不动点真格的是不行了。不行了，你赶紧的，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们俩就没事了。快快快快快！啊！快点！我陪他们玩玩。呀！ 是你把我叫出来的，现在还问我是谁？
我叫你出来的，我什么时候叫你出来的？啊！你叫了，从很久很久以前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认识吗？啊！没关系，现在认识也不晚。 暴力狂，霸道总裁，没关系，我喜欢你就行。什么没关系？我很有关系。现在已经没有人罚我们了，所以你要陪我玩一会儿。玩？我凭什么陪你玩？就凭是你把我叫出来的。别动！ 你别过来！哦，催眠游戏玩够了吧？刚才是我陪你，现在可轮到你陪我玩了。咱俩加起来都要50多岁了，玩什么游戏啊？是石头剪刀布呢，还是两只小蜜蜂呢？边走边想吧，我的时间有限。哎，难道我看上去很闲吗？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。你还真以为你是体验生活的大明星啊？难道你是假释出来的犯罪分子？别乱猜了，我来的那个地方比监狱更难出来。
而且还要压抑10000倍。上车。我真的要走了。我不要，你好烦啊！干嘛？你流血了，带你去包扎一下。我最讨厌医院。快点儿了！把衣服脱了吧，刚才打架的时候看你受了不少伤，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。这里边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不是你让我把衣服全部脱掉吗？不不不，不要脱裤子，不要。哎，你别看我，你眼睛往下边看。原来你是精神科医生，真糟糕。看来我们之间是不该有的孽缘。恭喜恭喜啊，你总算是醒悟了。这是我的名字，我要你一辈子都记住，死都不能忘。好肉麻，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崔皓月先生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你真的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。如果以后有一个人长着一张和我一样的脸出现在你面前，那个人